女大学生三岁开始邪淫的现世报，作者佚名。尊敬的各位大德居士，大家好。本文讲述一位女大学生从小造作邪淫等十恶业所遭受的现世报，日日受到良心谴责，身心不安的折磨。后来万幸遇到佛法，忏悔业障，境况好转。现每日听净空老法师净土大经科注，吃常素，一句佛号，一部无量寿经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希望有缘人看到后引以慰藉，请勿删改本文内容，欢迎流通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气类真诚恳请大众戒除邪淫，万万不可堕胎，孝敬父母，莫造十恶业。明了因果可怕，地狱可怖，赶快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。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是个独生女，从小父母对我宠爱有加。由于无始劫的十恶的习气很重，尤其邪淫，三岁左右的时候就有朦胧的男女关系意识，和邻家的小男孩就做类似邪淫的游戏，还乐在其中。在家里看电视，别的孩子最喜欢看动画片，而我却更喜欢看言情片。从此只要有这方面的恶缘，就会意淫。小学时就会设法偷父母的零钱，还撒谎骗父母说学校收费，然后拿这些钱买零食小玩具。被父母发现后狠狠的教训，却屡教不改。亲戚来家里做客，还去偷亲戚的钱。有一次亲戚给的压岁钱，自己偷偷私藏起来，隐瞒父母说莫给，造成父母与亲戚很深的矛盾。由于从小偷盗的习气，初中后还偷过同学的一个指甲刀，自此没再犯过，但念头偶尔还有。十七岁正是青春发育期，电视里裸露的镜头刺激住心灵。我那个时代网络还没普及，上课经常走神，津津有味的回忆色情内容，记忆力开始减退。初二后学习成绩下滑，邪淫偷盗不效果报，父母为此忧心重重。那时候的我哪里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，还是我行我素。因为还有福报，学习成绩还勉强。贪心还很重，经常和父母要零花钱买吃买用，父母不给还和父母顶嘴。有一次上学出门前和妈妈要零花钱，妈妈不给，只给了个苹果，我非常不满，出门就把苹果使劲摔到了路边。现在想来真是罪大恶极。后来考上了大学，离家比较远，造恶的机会就比较多。由于邪淫的习气太重，偷看了黄色电影，染上了手淫，并且开始瞒住父母交男朋友，这一发不可收拾。大学的七年里走马灯似的交了五个男朋友，不顾学习，基本功课差点挂了，还和最后一个男友堕了一个孩子。孝经上讲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没有学过传统文化的我，也不懂得做人最基本的道理，真是禽兽不如。为了邪淫享受，还故伎重演，骗父母说学校收费，用这些钱满足膨胀的欲望。大学快毕业时，看到同学都买电脑，自己也打起了算盘，想买个比其他同学更好的，所以恬不知耻的要父母很多钱买电脑。父母认为没必要买那么贵的，买个一般的就好，一般的就足够用。虚荣心作祟的我电话里蛮横的扬言，如果不给买就自己想办法弄钱。电话那头的妈妈声音颤抖里夹杂住哭腔，她听不到我这个做女儿的一丝亲情和温暖，只有冷冷的威胁。最终父母还给我寄来钱，
而我在如愿以偿的背后却丝毫没有感觉自己在挥霍父母的血汗。大学毕业后我没有想工作，而是一心想考研究生，实际是好意恶劳逃避工作。很不幸的是在备考期间一直手淫的厉害，导致记忆力直线下降，怕见人，即使阳光明媚也不愿意出门。开始不思进取，口臭的厉害，眼圈乌黑，反应迟钝，鼻子两侧到嘴巴周围泛青黑，对于女的来说相当于毁容。脾气变得很大，一点不如意就生嗔恨，有一次还和父亲恶口顶撞，让他老人家伤心了很久。邪淫不孝的果报来得迅速，由于福报消得太多，又不知道忏悔修福，工作以后就诸事不顺，领导不满，上下埋怨，天天过住以泪洗面的日子，总感觉生活太苦，人生处处不如意，别人都比自己好，心里不平衡。记得曾经有个算命的老先生告诉我，父母说我能考上研究生，算家里其他事情都很准确，结果那年我却没考上，当时还埋怨我那算命的不灵。学了了凡四训才明白，原来我的功名福报被我造恶，尤其邪淫、堕胎、杀生、吃肉、吃海鲜、杀害小动物等不孝父母等十恶折掉了。由于恶事做得太多，所以经常晚上做噩梦，梦到虎狼来咬，梦到黑暗荒凉的境地，梦到被人追杀，梦到被剁的孩子无辜的眼神等等，恐怖的醒来，又受到良心的谴责，却又不知道如何解脱，真是痛苦万分。佛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读了地藏经，真是心惊胆战，寒毛直竖，好像条条都是说的自己。回首过去，真是愧对父母，愧对师长，愧对祖宗，愧对国家众生供养。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，在网上看到陈大慧采访净空老法师和邪等于整，就等于危机，被净空老法师的慈悲开示和笑容深深感动。当他讲经中反复的强调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时，我突然悲从中来，泪如泉涌，忏悔之心油然而生。多么慈悲的老人家呀，苦口婆心，那么大的年纪，当时80多岁，还不辞辛苦，为了挽救中国传统文化，为了救度苦难众生，每天讲经不断。从此我开始学习老法师所提到的《乐凡四训弟子规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越听越欢喜，无尽的感恩老法师，让我明白了做人的准则，六道轮回真相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。学佛到现在，有很多殊胜的感应，如工作突然出现转机，有贵人相助，遇事从容，智慧现前，欢喜心、感恩心常起，读经闻道异香，感受到佛光、七宝池、宝树等等，在此就不详说了。阿弥陀佛。